察觉了封印所在，已经准备前往此地了。星图浩瀚，横越万载，数月之限，不可到达。我手机也在脸部间，这石头能打开传送门。 传递若开，转瞬即至。喂，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鼎泰，主人，您召唤我。没错，找到重要的嬷嬷水晶，让它归于混沌。嬷嬷水晶很重要，遵命。 嬷嬷水晶是从古代就被使用的传奇道具，啊，这本书里有一条线索，在哪儿？嬷嬷水晶遗失于战乱，后人所译，其货归于雷普星政积水有雄旧志之下。啊，这些古代的地名所对应的位置就在这里。 我的心肝脾肺肾是我叔叔家的旧仓库，不远嘛。啊，咱们快走。等等，还有件事要先办。去见那个野蛮机械狂，对吧？嘘，这是个秘密。小龟，冷凝枪。 Super Star， 孔大人又来挑战吗？进来吧。哎，不敢不敢，我来求个助。我可只会摆弄这些机械装置哦，能帮到你。我想要一件超小的机械雾霾防护服，行吗？超小？那是多小？你自己看吧。 嘿嘿，仙侠爱你好，我的天，仙人掌成精了。是新面试的仿生机器人吧？嗯，其实我是守护精灵。啊，精灵耶，那你是童话里出来的喽。<笑>哎，我的心肝脾肺肾，头次见就能聊这么嗨。小爱，房屋服拜托你了，我去找样宝物。 混沌王盯上我们了，但是行动很危险。危险，带着我的智能通信表去吧。及时通讯，我们就能随时支援你。嘿嘿，好嘞，我走啦。嗯，孔大人，守护精灵，分开行动，靠近打探。混沌王，危险！小精灵，你可得告诉我实情哟。 去仓库里面看看，到处都找过了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孔大人，嬷嬷水晶找到了没？哦，啊呀呀，这手表还能远程成像，帅爆了！ 我追踪到嬷嬷水晶的特殊信号了，就在你正下方的洞穴里。啊，谢谢，我这就下去看个究竟，一会儿见。还好，一切顺利。有条裂缝，得让它再扩大点。有办法啦。Yes， 嬷嬷水晶，我来了！哇哦！ 搞定收工，这下能放心去找嬷嬷水晶啦。嬷嬷水晶，嗯，大哥，你谁呀？这不重要，嬷嬷水晶很重要。顶泰，嬷嬷战队的御手现在被混沌王所控制。顶泰力大无比，他的九牛之力连岩石都能撞碎。哼。
那些也不重要，摸摸水晶交出最重要。拜托，刚才说的是如果找到摸摸水晶。对，摸摸水晶交给我。这头大笨牛自说自话，根本不听咱们讲什么。寒冬巨刃，小试牛刀。绿叶标志，一定是了。太好了，摸摸水晶找到了。交出摸摸水晶，否则……摸摸水晶找到了。你们在干嘛？交去仓库，出发。等等，我们快去支援。可算上来了，这洞真难爬。我的心肝脾肺肾，你哪位？摸摸水晶，给我，否则，他是被控制的御手，来抢水晶了。原来如此，这水晶绝不会交给你。找死！大人，快变身！挡水！木！火！土！金！唤醒正义，守护家园，我是摸摸侠。看见。你这棒棒冰伤不了我哎！小心冰面路线，不要再闯连城通道。问题难不到我。你这冷气还不如我家冰箱呢。牛？什么？让你知道，厉害！寒冬巨刃，气冲牛斗。所有地方都冻住了，来不及跑了。一下肯定玩完。摸摸侠，站好了！一定是绝招了，怎么办？九牛之力！元素之力，山崩！这是粘土。寒冬巨。刃如藤木，血如烈火，骨如厚土，坚如真金，灵如流水。山峰摸摸拳。守护绿叶，让鼎泰复原。守护绿叶，鼎泰迷失了，鼎泰难过。迷失的路，我们会一起找回。鼎泰相信御手回归。小爱，敌人这么恐怖，我这装备得升级呀。
我不是彪悍的机械狂吗？哎呀，女王大人，你就原谅小的我吧。